大家好，这里是 OT 莉莉当妈妈，我是 OT 莉莉。作为一个职能治疗师，怎么为我一岁的小孩选玩具，对他一些神经发展、动作发展，甚至一些社交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OK， 所以我想你刚才已经看到非常重要的玩具，然后这个是圆形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为什么它也是圆形？它明明长得都不一样，为什么叫圆形？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抽象思考的能力。我们都在这两个东西上面看到了它有一些共同的特质。我们把这个圆形的形状从这物体上面去抽离出来。有一个很流行的概念，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 AI 那种机器的演算方式，他们是不断的喂给他资料，然后告诉他说，哦，有这些特点的东西，这个就是猫，他会去慢慢的去认识越来越多的形状，就是他的脑袋中的分类的能力越来越强。有时候有些家长会太过急，就是说要给他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形状，我会建议先从三个形状开始，你可以第一个是圆形，圆形呢，它没有任何的方向性，我不管怎么放，只要是就它对到那个位置，它就进去了，可以帮助他们就是拥有一些成功的经验。再进阶一点的，你可以去找三角，还有三角形的、方形的，后期你才会像这些后面这些各种复杂形状。就是有从简单一路到越来越复杂。它除了可以当形状板之外，它还有就是你就是数字，你排数字的正确的顺序。这只是马，对不对？我把马放上去，好，就有马的声音，这样它可以马上有一个很快的一个反馈。一开始摆错就有声音了，不过也没关系，他至少会对这东西有点兴趣。然后呢，再慢慢的就带着他的手，慢慢去把那个方向转对。现在只要马上公开分享这个影片，那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爸妈送这一个玩具。